感谢各位，刚才是我们这两个老先生，一个姓邓叫邓德勇啊，一个叫翟国强。你嘞，这是做么的？我以为您踩着地雷了，干嘛呢？你嘞，这是做么的？我问我是干什么的？往这里一站，倒了老的，比手画脚的，眉飞色舞的，你是做么的？我呀，我还没那么见表情。哦，我是说相声的。你那是做么的？说相声。说相声。对。啊，说书的老先生，说个三列国东西汉水不了宅金砖，是不？我不是说书，听听还好，说对了你都。哎，说相声。不是说相书，说相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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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声。你看，我非得给你教会了。我说的不对呀、啊。你说的可不对、啊。相声，咱分开了说啊。行。相相相，相相相，声声声，声声声，还揉一块儿。怎么了？相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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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声。对了，哎，学会了，你算学会了。我学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学会就行了。行了，我不学。相声的你也说不上来。我说的就是相声。行行行，相声、哎。这俩字儿啊，料能说上来。怎么样你？我是茄子。哎呦，这个人起的这叫什么诗呢？这不叫诗。这俩字我要说上来，你是茄子。我看了不起你。那你听着。哎。相声，相，对不？能说，我会说。能说不说，拿我找乐儿。不是找乐儿，嗯，你们说相声不是都好找乐儿吗？这不还是找乐儿？都是好逗哏儿吗？哎呦，逗着玩儿了。逗哏儿啊，我们叫什么？工作需要，工作需要。节目安排，节目安排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知道，你上来干嘛的？我知道，你们这是说相声，对，说相声的。朋友们都爱听、啊、相声演员讲的四门功课，对，叫吃喝嫖，叫说学逗唱。您说，您说的是别人，是我们这儿说学逗唱。好，别人是吃喝嫖，那我不管。反正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呀，这个基本功都特别的扎实。哎呦，经常练基本功，都有嘛呢？呵，是吧？就拿说来说，俺家那个每一门你都说，说的太多了。你们能说点什么呢？说个大笑话、小笑话，哦，灯谜、字印啊。说个蹦蹦蹦啊，蹦蹦蹦啊，憋死牛啊，绕口令啊，这不少，是都是我们说的。那他说的呢？他说的我就不管了。他说的是相声不？他说的不是相声。哦，我以为他说的是那功课呢。有花钱买票就来说相声，是不是大哥？哎，咱们一起说。您说我也说，咱别说，是吧？我们这个群口相声不就是三个人吗？不不，对吧，朋友们？这场就改群口。别介呀！我这位大哥邀请上来说群口。你现在你上来我就够烦的了。我上来咱们一块说对口，我不跟你说。那你要跟谁说？我是说单口。你别说单口了，咱们一起说。凭什么呀？你们这个基本功我也会，有什么难度呢？你会个六你会，我还会七呢。你会什么玩意儿？你什么叫会六呢？废话，我们这绕口令的基本功难着呢。什么就难着呢？你看你这个人往这里一站就瞧不起人。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你刚才说你们这个基本功有绕口令，有我说的。你让大伙儿听听，绕口令叫什么难度呢？哟，绕口令有冒难的了？这你又瞧不起了？不是瞧不起，绕口令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多少都会两个绕口令。你们往这里一站，人家买票来的，你舔着脸说基本功，你绕口令怎么怎么样的？绕口令有什么可露脸的？我说这绕口令跟你们平时练的可不一样。怎么就不一样了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因为买不起阳光玫瑰。怎么就不一样了？这个绕口令，你看，您先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您这被子跟我们被子不一样。我这被子怎么了？我这被子。你这被子挺好的。我这被子。你说的呀，跟我们不一样。哎，你别管一样不一样。我是倒吐葡萄皮儿。我这个意思，绕口令这个东西，你不要舔着脸往这里一站，欺骗观众了。我没欺骗观众。你这就是照片。你咱俩不是。我们绕口令，我是基本功，我们说的好。绕口令，你问问朋友们谁不会？小朋友李小慧，你会吗？这孩子聊得干脆，一点都不露脸。哎呀，你会对不？你说一个，你肯定会。一看你这个模样就会。这不是啥，想会说绕口令的。说一个。哦，有点太骚了。孩子不好意思。孩子不好意思。行了，你呀、啊，给他点时间。甭给
时间了，你也甭跟这儿跟孩子这儿说。我那个意思，人家小朋友们，十来岁的小朋友说的绕口令比你说的好，还往这里一站说绕口令给大伙儿听。我说个绕口令，你都学不上来，你还说孩子？我怎么就学不上来？你就是学不上来。我稀罕学过，哼，我稀罕。甭说那个没用，我学不上来。绕口令怎么就学不上来？绕口令有什么难度？那我说一个，你敢学吗？有毛不敢的，我又不属房，又不属地的。哎呦，有毛不敢的呢？行行，你说一个我听听。那你听，你说我学一个。说，你看这里，往这里一站，你瞧不起人，这是什么人性呢？绕口令怎么就说不了了，对吧？绕口令不是说多大难度的，对吧？又不用上天，白说绕口令拿嘴说就行了，怎么就说不上来了？哥们儿，怎么了，兄弟？说吧，完了是吧？啊，那您听着，哎，说吧。他们家俩字叫绕口令，哎，两个字是绕口令。我前面说那，你是不是没听见？你前面说忘了，我这说半天，你那也叨叨，咱是毁一块儿的。那我叨叨，你别说呀，对吧？我先说。行，你说完了吗？我说完了，我能说了吗？你说吧。听着啊，绕口令，你说，别说话，不好。说，大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蹦白的白拐的棒棍儿。你说这个，继续。完了。完了，对，还舔着脸往这里说，怎么了？你让大伙儿听听，嗯，这叫绕口令，这挺绕嘴的。你听着啊，来个老头拄拐棍儿，您完了。对呀，您这叫说绕口令，绕口令，您这叫总结中心思想。谁给你总结中心思想？哪儿跟哪儿？我这个绕口令，来个老头拄拐棍儿，我说的比你是不是有点那绕嘴的字儿？您没说呀？你不这么说的吗？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，那不就老头拄拐棍儿不行吗？您都没去了，那能行吗？我都去了，都去不行。哦，必须是跟您一样，哎，原必须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对。得学上来才叫绕嘴哩，对对对对，哦，绕嘴的地方我给去了，您都给去了，那不行。再说一遍，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，有点绕嘴，嗯，听着啊。说打南边，对对吧？对，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猴，老猴，说说老猴干嘛呀？老猴在西直门动物园里。对，别提老猴，老头，老头，嗯，老猴是嘛？对，老猴是动物。瞎说。说打南边，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。哎，对对对。清楚不？清楚。老头啊，不是老猴。行，甭解释了。你看这有劲呀！说打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白胡子老头得有80多岁了。你管他多少岁呢？哎，你得说清楚啊！你虽然是绕口令，也得严谨一点，是吧？你要是80多岁呢，他可以是白胡子。你要是50-60岁是花白胡子，你要是40来岁还黑胡子。对对，你要10来岁还没胡子。还是的，所以他是白胡子，他上岁数了，70-80岁了。打那边来了个70-80岁的白胡子，用不着，用不着，你加上，甭加上，加就白胡子老头，非得白胡子。你说人就知道70-80岁了。你听着，说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对不？对，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老头说，打，说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老头说，老头蹦，老头说。老头说打那边来个别闹了，我闹说话了吗？别笑话说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指着奶油冰棍奶油冰煮不都小豆的呀，还煮点小豆的，不煮煮奶油巧克力的，不是蹦白的白拐棒棍啊，那么长呢，不是昨新鲜，不是奶油冰棍，是冰棍，不是冰棍啊。说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拐棍，手煮捧白老头，拐棍煮老头，老头受得了吗？再给老头戳死了。还是的，老头拄拐棍，老头拄拐棍。对，我弄烦了，我这个人喜欢说这个倒装句，别瞎装。说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老头手拄着个棚盖，盖盖盖盖盖盖，您假牙再飞出去，您干嘛呢？别闹啊！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棚老大，说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对，白胡子手拄着个棚，老头手蹦。说老头蹦三蹦，老头干嘛蹦极来了？跑这，老头锻炼身体行不？能锻炼身体，跳一跳，蹦一蹦，不，每天锻炼。蹦白的白拐棒棍，非得跟你一样。对了，哎，你听着，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扶着个怎么一到这就卡了？打那边来，我说你太快了吧，我得慢点说。说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个蹦盖的白，手老头手拄老手拄蹦白拐拐。
再给舌头系上。这哪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老头手老手老头蹦起来，给你一棍儿。我这往这一站，我说一下，我招他了。你招？我没招他。人家七八十岁，应该叫人家老大爷。行了，你叫人家老头行吗？人家就这么一个兔崽子。你呀、啊，你甭跟这替老头拔创，我这名不平，说不上来了，我有点难度、啊。这绕口令你要能说上来，你又是茄子，我不是茄子了。那怎么样？我是儿子。啊，太好了，我就等你这句话了。我感觉他能说上来。这绕口令我说上来，你是大伙的儿子行吗？我成大伙的儿子了，你也不丢人，行行，你也不吃亏，好，对吧？好好，你们，你看那个演员是观众的一世儿子吗？对。一时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，我说演员是观众的衣食，没有什么衣食儿子的，衣食、哦、是管吃管喝，还是对不对？你得管父母吃喝呀、啊，这怎么管得过来？大伙都管我叫儿子，我说上来你是大伙的儿子啊！好，这带孩子来，爸爸跟儿子平辈了，是不是都管我叫儿子？爸爸就是爷爷了。啊，哎，你怎么回事？那我不说了。哎，你说点说，哎，别说，我说来，你是大伙的儿子，我是儿子，您听着。哎，说打南边，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板棍儿。哎呦，我们今天这个票钱来着了吧？是我的大儿子，你看，哎，来上来都是爸爸妈妈抱抱。能，我来这套，我也吃亏了。抱抱爸爸妈妈。谁呀、啊？你爸爸像我，我是你爸爸，是吧？我吃亏的，这个都是你们演员的衣食父母，你也不吃亏，对吧？都是爸爸妈妈。倒是说不吃亏，我说上来了。但是你有点诚心了。我不是诚心啊！你往这里说绕口令，堂堂堂叨不叨不叨，一个一个得吧得吧得。我至于这样？你得有笑料吧？你笑料，你得给大伙说乐了，对吧？您笑咱说这绕口令，假装说不了，给大伙会心一乐。哎呦，这有嘛说不上来？还有蒙上了。我刚才说了，朋友们，这个绕口令什么难度都没有。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，哪里绕嘴了？蒙。打北边来个黑胡子老头，手拄着蹦黑的黑拐棒棍儿，你蒙一个我看蒙不上了。打东边来个绿胡子老头，手拄着蹦绿的绿拐棒棍儿。打西边来个粉胡子老头，手拄着蹦粉的粉拐棒棍儿。打四面八方来是个咖啡胡子老头，手拄着咖啡咖啡拐棒棍儿。你梦一个我听听，哪儿来？我说上来是我梦上来的，你梦一个我听听，哪儿来这么些老头啊？老年人协会的。那也不能全是老头，老头分会，这老头分会，老头分会，分了一波老头开会。行了行了，对吧？你说是不是爷爷？有往南走？跟谁聊？是我跟他聊的。跟我聊。你别玩手机了，行吗？你管着我？我看你半天，这绕口令你说一个。你说你去趟来不？他先跑上课了。你看看，他花钱还玩手机呢。这人乐意，你管着吗？还真啊，真乐意。我再换一个。你换一个。我这稍微有点难度。有什么难度？打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指蹦白的白拐板棍儿。行了。我睡觉，我说梦话我都说不出。是吗？说实在的，朋友已经进入到下一阶段了。太好了，该说第二个。来，你换一个。听着啊，给我们上点强度。说，我家有个飞禽别颈八斤鸡，飞的张家后院，张家后院有个肥颈白颈八斤狗，咬了我的飞禽别颈八斤鸡，卖了他的肥颈白颈八斤狗，赔了我的飞禽别颈八斤鸡。说这个，谁给他鼓掌？我看看。你忙。我不长了，我的衣食父母疼我，知道吗？我爸我妈疼我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可鼓掌的？怎么了？你见过妈呀？这都是我的爸爸妈妈，就是你的爷爷奶奶。好的，爷爷奶奶有什么好啊？爷爷奶奶，那怎么不说为什么？他又不在乎，又不是这样的事。嗯，行，哎，学吧，说这个。说嘛呀？学这个？怎么了？太长了。废话，短的你老瞧不上。那你换个那么长的，谁记得住呀？对吧？那你说，试着说。我试着来啊。再来一遍，头一句。头一句。说我家有个飞禽别颈八斤鸡。你家 啊说你家有个，哎，不是你家，我家。你家吗？不是，我就我家。那你家吗？你家。你家。你家。全是我家呀、哎。谁家？以你的角度口吻说。说我家。说我家。对。说我家。嗯。啊，说我家有个飞禽别颈大八斤。对。大八斤。什么叫大八斤呢？啊，不是大八斤，是什么呢？八斤鸡。听着啊，说我家有个飞禽别颈八十多斤鸡。八十多斤啊，八斤鸡，八十多，那羊才多大呀？还是的，羊才多重。就是。说我家有个飞禽别颈八十多斤羊。对，没有羊的事儿。你不说羊，八斤鸡，八斤鸡，对，八斤鸡啊。说我家有个飞禽别颈八斤鸡。哎，你看多快说的，你接着说，字字入耳啊，每个字多清晰。是。说我家有个飞禽别颈八斤鸡。对吧？对，说俺家有个飞禽别颈八斤鸡，
噔，这什么动静？废了，废了。你说他废了。说我家有个飞行变形八进机，噔，飞到张家、李家、王家、刘家、赵家，没怎么歇。谁家？张家。哎，张啊！哎，问清楚，问清楚。说我家有个飞行变形八进机，噔，飞到张家前院、后院里。哎呀，后院，后院啊！说明白了啊！对，后院里，后院了。听着啊！说我家有个飞行变形八进机，噔，飞到张家后院里，对吧？对。张家后院有个飞行变形八进机，噔，飞到我家后院里。我家后院有个飞行变形八进机，噔，飞到张家后院里。张家后院有个飞行变形八进机，噔，飞到我家后院里。来回飞机。那狗呢？哦，对了，把你给忘了。要变形，要变身了。什么什么叫把我给忘了？我是狗，我是要现形了。我是狗，我是狗狗，狗狗啊，狗狗啊，哪儿把我给忘了？把谁忘了？把狗给忘了。把那个绕口令里头的狗。有我什么事儿啊？行，不是我说的是把你说的那狗。哦，我嘴里说的那。你说的对吧？我谁记得住啊？重来啊！来，说我家有个飞行变形八进机，噔，飞到张家后院里。张家后院有个飞行变形八进狗，哎，飞到我家后院里。这狗也飞呀、啊？狗能飞吗？狗能飞吗？对，不你说的吗？不你气的吗？我多得气你！你看你这个人胡说八道了。狗不能飞，狗不能飞啊！别闹，别闹啊！谁跟你闹？说我家有个飞行变形八进机，噔，飞到张家后院里。张家后院有个飞行变形八进狗，咬了我的手，连人带狗一起拉着走。这怎么后面跟我完全不挨着？这我自己发挥，别瞎发挥。你这个绕口令，我妈也怎么发挥？说不上来，老爷没什么意思。不是说不上来，这个绕口令没嘛意思，对吧？来回一个记一个狗，闹清楚就完了。行，我家有个飞行变形八进机，噔，飞到张家后院里。张家后院有个飞行变形八进狗，对吧？咬了我的飞行变形八进机，卖了他的飞行变形八进狗，废了我的飞行变形八进机。行，还有吗？行，哎，我再说一个，再说一个简单的，又臭又长，让你找一找面子。什么叫找找面子？找找面。刚才你这个呀，说半天你也说费劲是吧？我费劲。说一刚才我蹦白白白板棍，我费劲。提这个，我蹦黑黑白板棍，说一绿白板棍。你让不让我说话？什么？你个话就让人不耐听。什么叫转转面子？就好像我丢人了一样。你怎么让我转转面子？对对对，我说一刚才你说过的。你说哪个？说过，但是你说错了。我说错了。最简单的哪个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你说这不吃葡萄，因为买不起阳光玫瑰。不是不是，不背您那个版本。不吃葡萄，因为买不起青芒。不要分品种的，因为买不起。不吃葡萄，因为倒吐葡萄皮。不是品种吗？不是品种。我记得怎么是买不起呢？你买的是不是那盗版的绕口令？哦，你这个绕口令我没听。对，你再来一遍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倒吐葡萄啊。听着，来，你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儿，还都白了，还不如这什么阳光玫瑰。我是瞎编的，别瞎说呀。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不吃核桃什么？不吃核桃，核桃没有核桃，没有核桃，不吃开心果，葡萄啊，吃葡萄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你没不是？哎，我你别老往这儿串，别闹啊！说吃葡萄，你看这个绕口令最简单，朋友们，这个绕口令技巧是什么？就是简单，就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噗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你看是吧？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干豆葡萄干豆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干豆干豆。你他妈咬舌自尽了，你这是？你看，你弄个心里我就不会了。对喽，我分析分析，吃葡萄我一分析就会了。还分析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为嘛呢，朋友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猜谜语。嗯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这是谜面。那这谜底呢？葡萄干。葡萄干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因为它是葡萄干。哎，我猜着了，找小孩玩去。我猜谜语猜着了，谁跟你？我跟你是猜灯谜破味儿的，跟猜不猜饭的？对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嘛呢？是因为葡萄少，买葡萄买少了，吃葡萄的人太多了，人多不抢着吃，葡萄少，抢着吃那个皮儿就没有时间吐了，所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那个不吃葡萄的时候，就是葡萄不油了。葡萄吃完了，那个皮儿都在嘴里存着呢。你找一个无人的地方吐。你得找个地方，你吐皮儿去。你往一块儿一连，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行不？说话了吗？露脸不？行，你看看。我再一分析，我分析就会了。你刚才说这个，我绕胡同，我得分析，是最简单的。我一，我跟你说一男的，你就说不上来了。
哎，这个人呀，我怎么了？我一说上来，我不是蒙的，我就是最简单的，最简单的。我让你说简单的了，我让你说了。我给你说一男的，你给我说个女的。男的，哪个男的？哪个男？困难，困难行吗？啊，你说一个，听着，我看有多难。你不要那个又臭又长的，行行行，你得有难度，难度，这绕嘴的，那必须的。说，我听听。打南边来了个喇叭，知道不？什么意思？我让你增加难度，我不是让你说外国话。哪有外国话？我说的，你这个语言谁听得懂？哎，哪个你不明白？打南边来了个嘛喇嘛。什么叫喇嘛？喇嘛就是喇嘛僧，老外僧人。离那不远有一个雍和宫喇嘛庙。哦，知道了吧？出家人。对，和尚啊，老道嘛的，还有叫喇嘛僧。喇嘛，喇嘛僧。藏传。啊，对了对了，哦，口外的僧人。对，喇嘛。有点冷门，哎呦，有点冷门，行，知道了。南边来了个喇嘛，对对对，哦，完了，没完呢。啊，你接着听啊。啊，你说。我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武器塔嘛。等一会儿。塔嘛又是什么？塔嘛都不是塔，塔嘛鱼啊，塔嘛鱼，吃的鱼就叫比目鱼。你怎么老吃这个东西？你管得着吗？你弄点带鱼吃多香！不带鱼，你非得吃塔嘛？喇嘛就得是塔嘛，他这玩意儿他绕嘴。喇嘛跟塔嘛绕嘴。对，啊，这个词儿像。哎，啊，你接着说，我听听。打北边来了个哑巴。哑巴是吗？他全不是。哑巴就是不会说话，失语。哦，说不了。对。哦，丧失这个语言功能。哎哎哎，这么玩意儿。对。啊，手里提这个喇叭，还有听着啊，哦，腰里边这个喇叭，喇叭就吹那个哒哒的滴滴的喇叭，知道吧？神经病，才个神经，吓我一跳。废话，他没有，长得你不知道，你问我。我知道，我听懂了，喇叭是吹的，对，学名叫唢呐，哎，我们俗称叫喇叭，这就是绕口令，就是送你走用的，送你走，啊，就是你走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是啊，走得走吧。这是绕口令了啊！说吧，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了个喇叭。南来提塔嘛，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，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喇嘛的塔嘛，提塔嘛喇嘛急了，抡起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别喇叭哑巴也急了，摘下喇叭打提塔嘛喇嘛一喇叭，也不知提塔嘛喇嘛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提塔嘛喇嘛一喇叭，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。吹喇叭，是哎，这有嘛的？很简单呀，有什么的？来，这个倒有点难度。听得我一愣一愣的。对对对，有点不灵，有点没弄明白，可能是。行，那我试着说啊。哎，别瞧不起人！哎呦，我说的比你肯定清楚。可不，你说得上来，我就说得上来。那你说吧，听我说这个啊，咱们一遍过。好，说是，再见，回来。我走还不行吗？干嘛去？我走了，不行。你说单口吧。甭介甭介，你老瞧不上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瞧不上，我不想说这个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必须说，我非得说。对，行。说不说？我行，我听他说呗。你听谁说呀？我听他视频。你打这打个电话碍你事儿吗？录我说绕口令呢。谁呀？录我，可人那么爱你呢。对对对，快说。你这个姐姐也录我，没姐姐录了我的，对吧？想录了就好了啊！别听了，快说。说，一会儿给我结个账。你那凭什么还有账？录我一般都是比钱才能录。您说那官录？哦，官录这没有。行，你听着。说，嗯，打南边。对，对吧？对。哎，打南边。他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打南边，喇嘛打南边，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也是打南边，哎，头一句必须是打南边，头一句打北边就来不了。你甭瞎分，就能不能说？说打南边，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对，提了七八斤塔嘛，七八斤，没五斤，五斤够吃的，你管着吗？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提了五斤哑巴，哑巴。能论斤，对呀，哑巴也不让地，就是吧？你说的，哑巴是打北边来，北边，别闹，哎，谁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地那不进塔嘛，顺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了个喇嘛，南来的塔嘛，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，嗯，他的那个喇嘛，你别大喘气呀，说话，哑巴就不乐意换，对，我刚说这句了吗？说了，哪有这句啊？哑巴不乐意换哦，因为他看出来，看出什么了？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。哎呦，那眼睛都那么跟公平秤似的。哑
眼睛就是吃。哎呀，他看着不够不进，哑巴聪明，哑巴是聋哑学校毕业的。哦，学过这。人家不太乐意，人家哑巴就不想拿那个喇叭换那个喇嘛的喇嘛。哦。人家不换就不换，不换那个喇嘛就急了，因为那个喇嘛脾气太暴了，太不应该，是是是吧？一看人家那个哑巴不换他这个塔嘛，就过去拿着这个塔嘛就啪，这是给了人家哑巴一塔嘛，打上了。你打人家哑巴，人家能不生气？那得急。哑巴一生气就喊了，你打我做嘛你？你先等，我是残疾，你先等，我有残疾证。别说。他欺负残疾人，您这能像话吗？欺负残疾人有罪。哑巴过来，哑巴说了，我是残疾人，我有残，花多少钱办的残疾证？你告诉我，聋哑人是不是残疾人？你哑巴能说话吗？啊？哑巴能说话？哑巴快说，我是哑巴，我是个聋哑人，还倒着口说，我有残疾证，能行吗？那个，哑巴能说话。你问谁呢？谁让哑巴说话呢？你创造出来的情境吗？我创造的。对呀、啊。我不是情况，他不是这说出来的。那是。他是心理活动。哎呀，哎呀，圆上来了。心理活动。要不这儿还有心理活动？你看这人怎么了？这是心理活动行不行？他心理活动，他不是嘴上说出来的。我得让朋友们知道这个哑巴的心理活动。好，好。说明白了吗？哎，明白。哑巴那个意思，他心里糊涂那个意思就是，我不换，你也凭什么打人家？哦，这也不能打我。行行行，他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接着说吧。我说个屁呀！啊，我全忘了，我全忘了，说半天又忘了。你老搅和！哎，你说的时候我一言不发。对呀、啊，我一头雾水。这你还记不住呢？你看我说的时候，你就别搅和。行行行，让我慢慢说。那你从头说吧。慢慢说。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叭，递了五斤塔嘛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要你别这个喇叭。南来的塔嘛，这个喇叭要那塔嘛换喇叭。啊，哑巴的喇叭啊！对对对，哑巴就不乐意换。好，又到这儿了啊！好了，又到这儿了。哑巴也是个死心眼，怎么呢？你换给他不就完了？对呀，你们俩不又不换？你换给他，你就不耐打了。对，哑巴的。非不换，不换，哑巴就不换。嗯，哑巴不换那个喇嘛，他又急了，又急了。喇嘛脾气太暴了，是喇嘛脾气是吧？过去拿那个塔嘛，他啪，哎，他又打了人家哑巴一塔嘛、啊，打人哑巴，哑巴肯定生气，哑巴生气了，哎，生气他也没说话，哎，好，啥没说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不服，是他这个意思，我不换，你打我做嘛、哦？你打我，我也打你嘛、哦。这个哑巴就拿起要的这个喇叭就啪，人家给了这个喇叭。一喇叭，俩人就打起来了，打得昏天黑地呀、啊！啊，警察都来了，最后一看不太严重，就动个手推搡，对，就把他劝开吧，劝开行了，都别打了，都回家，都走吧，走吧。那个喇嘛就回庙里，他炖塔嘛吃，那个喇嘛炖塔嘛吃了，他那个哑巴吃嘛？吃什么呀？吃嘛？吃什么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。又想起来了。